表啊，手表、名牌包之类的。那这里的名牌包，你们就当看看就行了哈，就啊，然后呢，六楼、七楼就看看就行了哈。我们这好像是在二楼还是在三楼？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解散，就在这个地方集合。啊，45分，好吧，来，就这样吧。